对，我去 A 他们。刘海美女、豹女、剑圣、阿木木，哎呀，有阿木木，我觉得就稳了呀，因为太肉了。真的吗，龚老师？你好相信我？啊，你别乱上就行了。我现在觉得我能听他们讲话，我都好幸福。这个改版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出什么英雄啊？现在还有时光之杖吗？啊，小现在这个游戏内部里，哎，等，我看看你玩的什么？这个没有时光之杖啊？我要带一下节奏，我带啥节奏？你出那个啥？出那个推荐出装？你看我就买的推荐出装，直接出门干他们了。推荐出装，加油加油，对对对，加油加油，这个真的有钱啊！我靓仔的一天开始了。这个马尔扎哈是。我来了，我在看装备呢，不好意思。还在家里刚出来这个。哦，我在研究这个新界面，我很久没玩了。新界面之前。然后在那儿，哎。哇。瑞塔标的挺准的呀。是啊，为了救你。智能施法都没开。哎，对面的人呢？我现在连冰我都不敢补。他们怎么不出门呢？你们很强势，就出来了。他们可能害怕。我们就吹兵线吧。吹兵线。他们为什么这么猥琐？他们真的为什么门都不敢出呀？为什么不打我？哎呦我天，剑圣你干啥？好的，我跟咱们黄金的朋友们说一下，如果。下方的连接卡顿的话呢，你们可以去 UZI 老师的直播间可以看到咱们的直播画面啊。你给我们闪现助兴吗？我先让他一个闪现。可以可以，来吃血。吹兵线。哎，别，别冲动，别冲动。别急，木木。我去。好的，好的。一起吃这个药不？这个，哎，吃，我们吃，走走走，你吃，你先吃，你先吃。哎呦，我在吃药的时候特别，哎呦我去。咱们粉丝朋友们稍安勿躁，我可以为大家实时的转播啊。目前还没有拿到人头。要不要我上去舔他们？别，急不急？我们等六，是不是小狗？我觉得可以，我现在已经要挂掉了。我们很快就六了，六级打一波。六级你，小心点那个位置。哇，他们咱们房间的朋友们啊，可以去 UZI 老师啊，就是的直播间去观看，就是某牙搜索 UZI 就可以了啊。好像都比较一般的兄弟们，没吃个血吧？过来吃个血吧。他们的手，他们的手好脏。我们又要先吃血了吗？你先吃。那我来回个蓝吧。哎呦，他打我！我现在要是有闪现，我高低打他一刀。这杰斯没蓝了。奶啊！但是我这个蓝确实是经不起。没事，我们马上六了，还有几波兵啊？应该是这一波。应该是这一波。推过去吧，推兵线，推兵线。狗哥不要。没事，我还稳得住，我们六级了。冲吗？为什么他们六？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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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掉！掉！好。我开到了。掉！不要！哇哦，没打过，没事，问题不大。干嘛？实际上我没赢。你想干啥？我卡了，输了。可以，我可以过来收割，把他们都杀掉。来，过来，等你们收割。我来了。我现在不要上吗？哦哟！等一下，你这个血量你稍微的。我没血了，好。等一等，我
我们等等药吧，我们在一起吃药。他们这个前面这个血包还有十秒钟。还有血多了，白老师。预示一下灵魂。我们抢了吧，把这血包来。好的，保护我吧，关老师。我在等他，关老师。保护我吧，关老师，我来不及了。我自己报仇啊！不要不要，别约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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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波大招要不留着吧，我感觉我血量好少。哎哎，家里有血包了。是，你们吃。来来，你们吃。快吃快吃。我出重伤了。你放的很快。一会儿你们咱们会开到谁秒谁，好吧？你们好的好的，很好。好。等阿木木的大吧，阿木木还有十秒钟大。哪有？我上了！哎呦，上了上了上了！狗哥来了！哇，好样的！牛逼！狗哥，我还能上。好样的！好样的！可以啊！哇，我起飞！我还可以开。我闪了个。哇，操！我好像有点烧。可以可以可以，女神好强呀！可以啊，我们这个小破车开起来了，对吗？怎么能叫小破车？我们诺亚方。来吃血，吃血。我来了，兄弟们，我来了，我来了。这是默认啊。哎，为什么你们血都这么惨？我狗哥不要。来，我们吃血，吃血，吃血。我觉得这一波要踩一点事。八秒大招，八秒大招。哇，好痛啊，大哥！哇！我看到他们，我真的都要流口水了。哎呦！甩尾巴了。略微的有点痛哈。这还有血，这还有血，来来，这个挺大。哎呦！没看见。没事，我这个血量够了。我在等狗哥开大。哟。马上有大了，等我变大。好，等你。无所谓。哦。要来了，要来了！应该不会上的，不敢来，他们害怕。疯狂这一波，我们要越塔了。阿木木还有要上吗？我要去了。啊，来了来了！我靠！冲！永远的神，狗哥永远的神。可以可以，这一波全杀掉。哇，太牛逼了，这个大无敌了，我把他杀了。哎哎哎哎哎，完了，我还好。为什么？哇，太帅了，刚才那个大，我的妈呀，永远的神。我都不想这么快推塔，我好想再玩一会儿。我掉了，我看看，女神掉了吗？啊，掉了。走走走，吃我挡！哎呀，我过来了，我过来了，等我，拿下！哦，大给大了，给大了！没事，我还能 A 他们。快走，快走，小狗走！没事。我还卡了，这界面。All right！ 呀呀呀！哎呀呀呀！走起！我整个人晚上都是卡的，怎么办？我来，我清兵线，清兵线，不会输了吧？应该。啊，对不起大家。没事儿，没事儿。我们可以，我们可以。
然后回家，别急别急别急，等我的等我的狗哥，狗哥我是你的粉丝，狗哥，来来，我来保护你，我准备去打他们，我这一波这个雪球，狗哥一起冲进去，他们这波都没装备了，可以干了。哎呦，吓我一跳！哦，来了来了，好强啊！又想打我，我的塔子姐姐呢？我又变大了。你的卡死！狗哥，你要上我？你有雪球吗？我还没有，但是我也可以上。算了，等一下。哇！上他！啊，不不不不不，来来来来来，吸住了，舔住了，可以的。没事没事，我还有大。空军老师先跑。哎，我保护你。他送了，沙发。哎，是的，漂亮，再杀。我没技能，我没技能，吃不下。好，我没技能，我没技能，快走。OK， 给、okay. 他 ，Nice， 漂亮。还有一个，我依稀记得狗哥刚才说保护我，然后现在我都复活了，我的狗哥还在这里。漂亮，没事，太厉害了，泉水出来又是一条好汉。扶起来我还能送。哎呦。看来我们不太需要瑞塔老师了。啊，他掉了吗？是吧？真的假的？女生还没看来，我有大招。老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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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下。老公不要怕，老公不要怕。我来了，我来了。哎，我 A 兵，我 A 兵了。哦呦，快！我没技能，我没技能，救不了你。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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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就好。董老师回去吃血。走了走了走了，回去了，我要把血包都给他们吃了，他们没血包吃。哎，没事，等一等吃，等他们过来再吃。来了。哎，吃不到。我来了。我这波有闪现。我吃，你们吃不到。哇，你们别说，龚俊真的玩的可以啊！我靠，这个钻衣水平是真有的。我选的就是混子英雄，真的可以的。Carry 还是靠点，还在赶来的路上。哎，没事，我吓吓他们。我又变大了，真男人来了！来了来了，跟着你走。哎呦！真男人来了，冲冲冲！狗哥虽然我没有大，但是我那个后面 ，Let's go！ 狗哥，你更上呀！我能上，我能上，狗哥！我先下两个。大鱼，哎，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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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死！可以的。给他。三个，三个，三个。漂亮，漂亮。还有吗？赢了，赢了，赢了！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来。哇哦！还有一个呢？哇！还有一个没了，没了，没了。还有一个。要哎，我跟你不是那么快，我不想推他，我不要离开我的狗哥，我的塔子姐，我不要离开龚老师。那等一下吧，我也不想离开。得让他们，得让他们。谁不在谁尴尬了吧？谁不在谁赢了？不想离开。天哪！我们在这里打游戏，我们再决战一波。对，我马上又有大了。准备好了没？好，等你大，等你大，准备好了。我们要不等我剑圣吧？等剑，等剑圣，等。啊！吃个血吧。危机。你俩干啥？我要上了！哎呀，快！跟上！完了，大了！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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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倒了吗？我没技能，我没技能。我要跟他。啊哦！啊哦！啊哦！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赢。没事，他们一波不了我。应该撞一波不了。一波不了，一波不了，状态拉满，把装备买好就出去。这波我没有放大。给咱家看不到画面的所有的粉丝朋友们说一下刚才发生了什么，就是胜利，据他们一步之遥，他们选择了放弃。我们在等你。天哪，他们要把我们水晶推了。
不用等我，我不用等我，我是等我等我来等一下来冲出来 OK 我开始上了我来了孙老师我先上一下大摸摸摸太大摸摸太大没大我没大没事我们可以冲漂亮推过去靠近我去杀这个别跑来我来了好的他死了 OK 闪现了个寂寞你是不是想人头了呀闪现了个寂寞混之风都没混到一个任务管理器走吧快还能杀他们一波啊你确定他们复活了马上这个话我特别感谢行那听你的他们已经复活了还得杀他们我大招还没断呢我还有大他们来了那等一波吧我们等大吧没有阿木木没大呀剑圣也没大我打不过的我有大阿木木有大、哦、这个阿木木刚才没大剑圣没大把这个推了我不敢动你过来你等一下好不好马上你过来我来了我说他们我要忍不住了我觉得我要上了快我觉得我要上了狗哥打他了狗哥要死了救命狗哥又来了狗哥我来了狗哥好的打他喂别跑哇漂亮赢了把这个撤了太猛了真的赢了大招输了吧再不推要输了赢了最后一波存战 UZI 老师自己一个人包围了对面五个人非常的棒啊非常棒啊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啊四打五赢了是吧 MVP 必须 UZI 太 carry 了哎兄弟们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现在 Rita 你咋了就是我卡可以听见可以听见说话吗能听见可以听见你说话我就是我游戏退不出去然后我就卡在刚才我在二塔前面的那个画面然后打不出来任务管理器我就退不了但我只能听见你们在那里面打游戏天哪我好久没玩呀带飞的感觉真爽哇但是有一说一能看得出来你真的玩的已经真的可以看得出来是玩过很久的是大乱斗嘛我玩这英雄就是混嘛蚂蚱不就是混嘛真可以经过刚才这一轮非常激烈的这个大乱斗啊UZI 老师觉得龚老师表现怎么样我觉得真的长得又帅游戏打得又好真的哇真的太羡慕了别